Seven 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哈，这个七真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。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-11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弟子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六楼，电话03-28-11154。可以坐下哈、哦，这个讲的这是什么？大，这讲的是什么？如，这讲的是什么？佛。好，有没有？黄哥看这个图，大，道，如跟佛，这样懂吗？他讲三教，把三教重点都讲出来，那个诗句很重要哈、哦，是讲一个道教，一个太上老君的，一个是佛教释迦牟尼佛的，一个是儒教的这个六书哦，三经书的。诸事就讲到诸事流淌，就讲到那个孔子哈，来翻过来就跟着读。好，大道说，开始一直在讲大道说。道义上圣，化八卦以示人，使万事以下皆有养生之道。广成子为皇帝曰：自阴消，数数自阳赫，赫赫发数数。前法不道也，不道也者，为天地
欲望故曰道，皆日月生五行曰道，多于恒河沙数曰道，呼则独独一语曰道，直入喉咙而还归明性曰道，善其造化而节操圣凡曰道，目下机进未照而徒耳凌空曰道，眼前生杀分明而无能逃避曰道，处卑污而大尊贵曰道，居幽暗而极高明曰道，细入尘刹尘曰道，大包天地曰道，从无入有曰道，作佛成仙曰道，佛经5048卷也说不到了处，中庸33章也说不到穷处，道德5000余言也说不到极处。好，这样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就讲到什么哈？好，我们再把它放到前面，大概做一个解。再讲一下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怎样，就是讲广成子跟皇帝讲一句话：至阴素素，至阳赫赫。至阴就是纯阴，素素啊；至阳是纯阳赫赫。啊，赫赫是化于地，从地面上化上来啊、哦；素素是化于天，啊，一个天地在运转。另外，咱那天地的话，咱那白天的时候，一大早清晨的时候是怎样？上面的下来下面。晚上的时候，下面的地又往上去，变成浊，所以这个是地跟天的这个交换哈、哦。那这个讲这个，然后他讲说，我为汝，那时候是广圣说，我为汝睡于大明之上，在这个阳之上，自匹至阳之言，达到至阳赫赫。我为汝立于杳冥之门矣，自匹至阴之地，我让你纯阴跟纯阳达到平纯阳。好、哦，这个都是纯阴跟纯阳，所以先炎皇帝在拜焉。啊，广德子之为天，广德你真的是天呐、啊！所以周公这个尧可能是尧子的尧才对，尧我两个打叉，那个尧字才对。尧位、啊。哎，尧位尧，周易，这周公尧是讲周易曰哈、哦，中子君子终日前乾哈、哦，孔子曰终日前乾反物道也，就讲大家在修炼呐，大家修炼，你讲解强了，终日前乾，闭关的讲在解强就终日前乾反物道也。意思讲哦，要不断的精进呐、啊，所以我们看那个道经的话，第一个话，终日勤练之后，你每天要精进呐、啊。修行也是这样，终日成房屋道也啊。好、哦，道也者为天地，欲望物曰道嘛。好、哦，啊，皆日月，五生五行曰道，这个都是道。哦、这个仓颉超圣凡曰道。哈、哦，啊，对，总体全部都叫做道。所以道呢，你佛也说不尽它，儒也说不尽它，道的五经也说不尽它。我来看。来，哥听我，我来，皇帝讲，陈威成，道也者，道也者，我何谓也？既然你定之曰气也。好，停止，接着讲啊。都是下面，先天一气。你是不会活得了解先天一气，你卖先天啊？灵气的这气，先修这气，好，开始。元符一气，盘结明明性性。遥遥莫测，音韵搏斗，含灵至妙，是为太，是为未始之始，始也，是为道也，故曰无始。如天地之有，始也，一气动荡，虚无开合，雌雄感高，黑白交凝，有无相测，浑浑沌沌，充元至盛，包圆含灵，神明变化，恍惚一极。是为太，是为有始之始，始也；是为道生也，是曰原始。无天地之太极也，一气思息，真载至判，交应罗列，万年数物，阴阳判分，是为太极。是为一生二也，是曰虚华。阴阳既判，天地之焉，人乃欲焉。是为二生三也，是曰混元阳之气者，身上而患力，则日月星辰互焉，故天左运三光六旋，阳之心者能上，而会于阳也，故风云动而雷雨作焉，因是左者重至而救地也，
则海域殿之，而五谷草木参焉，而炎地出云，三则通气。通气，阴阳之气闭而不通也，则霜雪结而冰冻焉，因之则者积木而下雨也，血也悠长而深邃，故五谷。这个，这个每次都是，天地之中，阴阳正气之所交也，顺人焉，先佛焉，著名焉，胜于受邀之所载焉，胎卵混化，湿化，那个是湿啊，胎卵湿化，哎，有人字都错，无有习焉，是谓六合也，是谓三生万物。